太太，一位小姐，我们都开路嘞，开路了，搞不好就把毛毛毛毯拿下去放好哈，怎么回事？这么好用的东西放在旁边怎么可能？你们懂不懂得敬老尊贤？哎，这难怪这电风扇太舒服了，对啊，一套上去就好。而且我是修行在用的吗？你怎么给我拿上来了呢？但它其实可以箍得到我的脖子哎，你们制作单位知道我最近带小孩做家事有点太累。是影像要下给我看，因为它的加热原理有点类似像是变频冷气的压缩机，它这个发热线同时兼具发热加上温控的效果，所以它使人体感受在这个温度的调节的时候呢，指定温度的范围之内，所以它使用时会有恒温的舒适的，它不会让你就像那种被烫伤过热，对，然后一下热，对，也不会有那种忽冷忽热的问题，而且它又安全节能。它低功率省电的节能之外呢，它每两个小时会自动关机，所以呢，你可以安全的放心。欢迎收看《小资女看什么》。啊，我真的觉得女艺人哦，工作真的很辛苦。我们都没有在换季的，制作单位每次付我们钱，我们就是要露这里露那里。以前还没有结婚就要露胸部，要露腿，不然他们就会说怎么可以穿那么多。我也好想要披外套穿高领毛衣，每次录完影都感冒了，好冷哦。不是是这样是不是？哎，我都没有收到这样的要求哎，制作单位都跟我讲说你露脸就好了。其他尽可能的放起来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出道当演真的好难。我跟你讲，你就算了，因为你有基本盘呐。啊，我就借问一下，这两位太太不是两位太太，一位太太，一位小姐，我们都开路嘞，开路了，搞不好就把毛毯拿下去放好哈，怎么回事？这么好用的东西放在旁边，睡着了。你们懂不懂得敬老尊贤？哎，这难怪这电风扇太舒服了，对啊，一套上去就好。而且我是修行在用的吗？怎么？上来了呢啊！而且我只能说，那个就是以轩拿那个，就是真的是很好看的颜色。对，但静香这一条更是不得了。你说这个也是，这是怎样？就是这不披肩吗？肩颈热敷垫。你整个就现在就是一个时尚感呢，真的哈、哦。你是等下就这样出去了？的衣服哦，不是啊，可是这种不是都是这样子，很像按摩的东西，就是或者是像坐飞机那样子护颈的呀？怎么有这么方便的？这个、但它其实可以敷得到我的脖子哎。制作单位知道我最近带小孩做家事有点太累，不信你现在拿下来给我看看，不信。但是老师怎么可以这么好的东西？对，只有这两位用到啊，我们两个嘞，而且好时尚又好看嘞。对，你看刚刚那个施家都已经。冷到变59,900的声音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大家就不用怕会冷，因为呢，这个就是来自于热敷保暖专家Sunless，就是三热四所推出的系列上面。因为其实三热四这个品牌很大，还有这个就是热敷保暖系列，然后它另外其实还有所谓的医疗、长照、活力各方面的不同的系列，所以基本上呢，这个热敷保暖系列呢，它有包含说这个就是电热毯，然后肩颈的热敷垫呢就是静香这个。那颜色也都很漂亮。那你会发现，这就是冬天很需要之外，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天生易刮，这个你就可以随意都可以拿。对啊，对。而且你这个在家追剧披这一条，哎呦，上半身披这个，下半身再披这个，我要讲这个好轻哦，而且它又发热嘛，我跟你讲，你就不会觉得说盖棉被很厚重，觉得睡睡鬼压床，这个就不会真的有的，还是我要去搜一下，对。那这一条真的是很好用之外，它这一条呢叫做三热式的随意披盖电热毯。披盖，所以可以三热式随意披盖电热毯，你要披你要盖都可以。然后我打开给大家看，第一个你摸一下它的质地，这要摸，是不是很轻柔舒适？真的很舒服。然后呢，它每一个毯子可以哦，它都有一个收纳袋。收纳袋，但它虽然薄轻，但是它的第一个是有扎实感，它扎实。第二个是你不觉得它电线没有让你不舒服？对，因为其实你从外观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然后但是你放在身上的时候，它也没什么感觉，很舒服，你要很刻意的摸。才会感觉到哦，原来里面有东西。但是你在外观上面是完全看不出来。它除了轻柔舒适之外呢，它这一条电热毯呢，它还有智能温控的功能，所以它也兼具安全的效能。这很
很重要。对，对，就是在那边，它是一键式的按钮，你可以去自己去调整它的效果。它有四段哎，对，它有四段的意思。想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安全性很重要，是很多人可能长辈啦，甚至有小孩子，我们想要帮他加一个电毯，没有，因为它就是没有智能。对，所以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冷的时候，我们会先开很高，是睡下去之后睡着了，你自己的温度又上来的时候，有没有啊？有时候没有翻身嘛，对，你睡起来的时候真的会烫伤。对，所以呢，你要有用到这种插电的插电类的产品。它的安全性真的是大家一定要考虑进去的范围。它的这个发热线有自动温控安全的技术，它有获得非常多国的专利的认证之外呢，符合国家电检安全标章。刚刚讲到你要披嘛，像我个人试过，我也可以把它垫在我的睡的下面，可以可以。对，然后它的毯子的大小也刚刚好，也可以盖着，对，可以当披肩。你知道这个什么很好用吗？什么？像我很喜欢叫来家里按摩，哦，这个直接长条，底下有没有？我刚刚就在算这件事情，把这个床加分。对对对。然后它这个加热的原理呢，大概是什么？我待会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它的加热原理有点类似，像是变频冷气的压缩机。它这个发热线同时兼具发热加上温控的效果，所以它使人体感受在这个温度的调节的时候呢，指定温度的范围之内，所以它使用时会有恒温的舒适的感觉，它不会让你就像那种被烫伤过热，对，然后一下冷一下热，对，也不会有那种忽冷忽热的问题，而且它又安全节能。它低功率省电的节能之外呢，它每两个小时会自动关机，所以呢，你可以安全的放心。所以你看，你如果电热毯放着，你外面可能真的冷到不行，你会盖一条棉被，它在里面加温完温热效果之后，它就自己关机掉了。对，而且呢，大家省电。对，而且大家有想说，那我开这个会不会很浪费电？电费，每两个小时只使用0.1度电。多少钱呢？等于说正常电费不到一块嘛，对，一块钱不到，对嘛，所以你的电费0.1度就不到5毛，对，5毛，真的，很好入睡的这个，哇，是，而且家里面要用什么电热毯，那都，而且它其实这条很轻，很轻，因为它够大，很轻，因为它这整条，你看这么大一条哦，它的本体呢。只有500克，好轻哦，连1公斤都不到，非常之轻。而且呢，大家会想说，老师这样，那我盖一盖，我如果脏了怎么办？对对对啊，比如说像我按摩啊，碰到按摩油，那怎么办？直接可以下去水洗。这个直接？对，这个直接毯子可以水洗。现在可以拔掉，拔掉，对，拔掉之后直接这一条就可以水洗。你这个好方便啊！对，这个拿掉就好了。对，这个拿掉就可以直接。那有保护吗？而且它本身呢有1年的维修保固，同时呢，除了维修保固之外呢，真的你万一有一些问题，它有2000万的产品的责任险，太棒了，所以它就非常有安全的机制。非人为的一些伤害的时候，其实它也帮你保险，真的很棒，方便又省电，省电，对哦，又时尚。那老师，我想知道这电热毯跟这个肩颈热，我跟你讲，电热毯那一条你也可以披在肩颈。当做肩颈来用也都可以，对，那只是呢，肩颈的热敷垫这一条呢，它也很特别，它最主要是针对有一些人是肩颈很容易酸痛，或者是我每天在办公室打电脑，我都要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这个地方，所以你这个地方用久就是很不舒服，所以呢，它可以透过热敷的方式，它更加的加强，所以呢，它是使你皮下血管来扩张，专门针对肩颈的肌肉舒缓跟放松的效果，对，而且让你呢。肩膀点扣扣的那种感觉有没有远离它？这个电热毯就是可以针对身体保暖，全身哪里都可以盖。然后呢，这个肩颈热敷垫呢，就可以针对局部舒缓酸痛的状态，就可以来用。还有另外，他们也有推出大家很喜欢用的东西，什么东西叫做暖暖包？我天啊！去年冬天一包难求啊，抢不到。女艺人工作的对，比如说你们冬天要跳的时候，要不要贴？要。你们喜剧主持活动的时候，要不要贴？全身都贴暖暖包，不然没办法上台。有两种。这一种叫做手握式暖暖包，就是你专门在握手用的，放在口袋。对，因为你手暖，你全身也会暖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手握式暖暖包呢，它本身可以让你温暖24个小时。对。然后你看到包装是全部都是黄色比较多的，叫做贴式暖暖包，它可以温暖14个小时。因为很多女生生理起来的时候，对，腰我等一下就要贴。你知道这个啊，也建议大家，不要直接贴在。
隔着衣服，要隔着衣服啦，不能直接贴在皮肤上。而且它的这个暖暖包，因为其实有一些外表会比较薄一点，对。但我觉得它的这个是加热效果很快，因为有时候你要搓到，你觉得你没错，因为有些都要这样子，口袋放到它忘记。这个没有，这个就这样稍微这样子捏两下。然后它暖暖包的这个外材质啊，其实它是很好。其实你下次这样稍微握一下，它都完全不会掉。有的会粉粉的，有些会掉东西出来。拿过来干嘛？对，省钱嘞。而且整个口袋都是东西，对，好可爱，羊啥呀？知道吗？女生就是很需要这种疗愈小物，是啊。而且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只要出去工作，我们就会问说：“你有暖暖包吗？”当对方可以强力支援你一个，说：“真友情，真的朋友，你是我自己人，我冷得要死，你还愿意分给我？”好需要，对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乐士的热疗保暖系列，有肩颈，有电毯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暖暖包，让你。再冷的天气都不会寒冷，没有错。单身的女人，单身的男生，还会觉得孤单寂寞觉得冷吗？不可能呐！三乐士哦，让你每天都像有好事发生一样。我们把所有的东西这样子披起来，有没有？对呀、啊。一路到追，不管是在家追剧，或是在外出的工作，哦，你都觉得很开心。是哎，好多好多东西可以推荐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觉得我们小资女哎，热了，哎，真的，热了，好快哦，好舒服、哦，超快的。哎，到底几年了？不要这样。